我要把你撕碎！嗨，多多，还记得我吗？我是陆成北，喜欢吗？送你。妈妈说不能随便用陌生人的东西。我不是陌生人，我是陆总。图图，你到那边去玩，爸爸跟叔叔说两句话。去。我想浅浅应该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图图与你无关。他是我的儿子。韩总，以前喜欢当狗，现在喜欢当爹啊。江诗浅当初宁愿自己的孩子没有爹，都不愿意认你，你还看不清楚现实啊。陆总，如果你真的对图图和浅浅有愧的话，那你就远离他们，让图图平安快乐地长大。你知道你为什么得不到浅浅的心吗？正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懂得尊重人。图图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他永远都不会像你，永远。图图，不走。大家好，我是韩在元，这位是我的妻子江诗浅，欢迎大家来到千远的慈善晚宴。我们成立此基金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患有先天性耳聋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医治，感谢各位的捐赠。希望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现在晚宴开始。真好，真是谢谢哥。我们终于做到了，相信基金会的成立一定可以帮助更多像图图一样的孩子，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浅浅，休息一下。可以陪我跳一支舞吗？好。蓝色海域涌动着风的秘密，却被月亮也偷听去。神秘海底你撩过温柔的琴，却触不可及。纵身一跃